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一代 JQB1 轮椅助力驱动器。首先，把有线控制器和 JQB1 驱动器连接在一起。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蓝色指示灯为电量显示。使用者可以通过调节无级变速旋钮来控制轮椅的起步、驻停和爬坡功能。当轮椅在运行过程中，使用者也可以通过按下红色急停按钮驻停 JQB1。再次按下急停按钮 ，JQB1 会恢复原速行驶。升级版 JQB1 采用了无级变速和急停功能，同时也提升了速度和爬坡性能，使它有更优越的爬坡能力。这是一个8度的斜坡，